第27题，有一螺线管的电流大小若维持不变，当其总长度增长为原来的两倍，总匝数增为原来的三倍时，螺线管中磁场是原来磁场的几倍？我们讲过，螺线管的磁场会跟电流成正比，会跟匝数密度成正比。这题电流保持不变，而匝数密度的意思就是这么长里面会有多少圈、多少匝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的长度变成两倍，而匝数变成三倍，所以匝数密度变成 1.5 倍，因此磁场强度会变成 1.5 倍。因此第27题问我们说，螺线管中的磁场是原来磁场的几倍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1.5。